月一号你不接受，赶紧去叫人。我们要开微电影了，有兴趣的同学今天中午来图书馆集合，请各位有意向的同学把想参演的位置告诉我。有没有那种什么都不用干的那种位置啊？我要当演员。我也想当演员，但是不要拍脸和跑。我不知道怎么进来，明明是你拉我进来的。没有啊，明明就是我都可以，你决定吗？我也要当演员。你还记得我想当什么吧？剧本我今晚应该很那行吧，就这样算了算了。哎，大可，剧本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我差点给忘了，这个是剧本，但是这只是一个雏形，到时候要是有什么需要，可以在这上面再增加。哦，挺好的，这还是个拍板。嗯。人物决定了吗？人物啊，人物还没有决定，但是女主角我决定好了。Melissa， 你来当女主角怎么样？我可以吗？当然。那你还有什么别的备选人员吗？嗯，那得取决于你的回答了。那好吧。那明天中午开始可以吗？好。轮到你们两个了。不演就不演，我们又不欠你什么，真当自己大人了。好，那开始。要么你先开个会，来讨论一下剧本吧。现在什么情况？剧本写好了没有？其实写好了，只是有些人不想演而已。信了吧。其实我觉得你之前说的有点太直接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本本身就有点不足，要不再修订一下。只有两周了，再不继续已经来不及了。那不然呢？再找两句补画上。还是改一下吧，现在都没别的人选了。咔，就算杀青了吗？我是 Melissa， 是加高的一个普通学生。我的一天由三件事组成：上课、学习，还有一件与众不同的钟爱了很多年的事情，跳舞。
老师可以借一下手机吗？好呀，谢谢。喂。哎，女儿，啥事儿啊？爸爸，我可以参加一个舞蹈比赛吗？舞蹈比赛？你线上学习的时候参加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吗？好吧。头顶有灿烂星河，脚下有千万山川，世上有多种精彩的人生，不忘初心，不断前进，才是一直快乐着的。